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儿子小笼包。为什么多一个外号叫小笼包？这个绰号是我们刚刚才帮乐群取的。对啊，看了他以前照片，突然觉得你长得像笼包。你现在这个脸长得像小笼包，你看脸有十八个皱褶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来到三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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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今天来到啊，它是新的。新的三粒。新的三粒的那个龙胆池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今天顾名思义就是来钓龙胆呐。哦，你刚刚没有啊？好不好？一起出来玩。还要我提醒到底谁的频道啊？哦，对啊，我想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今天小帮手乐趣。嗨，大家好。这不是你儿子吗？哦，对啊，对对对 对，同时也是我儿子小笼包。以后出来就哎、欸、儿子。哎、欸、儿子，那个线绑好了没？好了。为什么会找他来呢？因为我们那个老人家谢爸腰又闪到了，对他腰又闪到、到底要闪几次？他现在连弯都不能弯。对啊，今天连帮我解鱼都没办法，没办法尽一个男人的义务，所以只好找我儿子小笼包来。好烦哦、喔！这很有重量，三千。你买这颗多少？快两万。快两万。快两万，还跟你讲两万？你看这个多黑。我用过要加成。哇塞，那大概四千啊，对，美金是二手的，二手的嘛，对啊，那个不卖了，出发了啦。笑死。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单节呢就是三小时嘛，单节呢三个小时哈。如果你接到红胆，你就可以拿走奖金的20%。今天的奖金是多少？哎、欸，在前面。哦，在前面，我们待会带大家去看。那你接到蓝带呢，就是10%。但通常这种彩金池应该会破万吧？你猜一下多少？给你猜，还没看嘛，给你猜。两万。好，答案揭晓，走。多少？105,800。哎，对，加油，到你了。我们先去开九小时，你就知道。哎，你都要钓得到红胆。好，老板，我要开单。好。所以，如果你钓到红胆，就是20%，就是20,000。对啊。加油、啊！我们今天拼20,000。好。钓到。庆祝一下，把乐群推下去。所以要先跟他讲吗？我们先别跟他讲，我们给他惊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可以，钓到再说吧。耶、yeah, ，红带！白痴，最好、哦。再拿起来哦，有了有了！红队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跌倒哦！这边，退斜的，退斜的，那边有水车。哎哎，斜完了！这个要淤青了，再退，往这边退。卷呐、啊，卷！没办法卷呐、啊！等一下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对！要退去哪？卷啊卷啊卷啊卷卷卷！往前走再卷，好，往前走卷。卷个屁呀、啊！好了，控制住了。啊、他没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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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力了吧？我的手、哎！你的手！我后背。欸、你帮他吐一下，你帮他吐一下。哎、欸，掉了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谁的钩断了？没有人的钩断了，松了啦，松了。开了啦！哎、欸，开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是谁？他绑的。不是，那个跟绑没关系。哦，他就是开了。什么意思？太大只了。刚刚那个超重哎、欸。你看他开了，是整个钩子。被拉开了，你看，什么牌的钩子啊？你这是，这跟我绑没关系吧、欸？你这钩子怎么回事、啊？经过他的手断的，他没断啊，
没有，经过你的手歪的。对，屁啦！啊，松绑松绑。啊，修好那么大只哦。刚刚那个超的，那个有五，大概50-60吧。那个超过50。哦，哇，好扯哦！欸、还没有钓到那一只10%的、欸。没有，那个比我之前钓50斤那只还要猛。不是因为你没力吧？哦，因为可能我手也很痛。啊！还要人家帮你擦杆子是怎样啦、啊？很丑哎、欸，超丑的，真的。Again！ 而且这只杆好长哦。啊，本来就这样啊！你打龙胆上次也是拿这只啊？哦，是哦，不是白色的吗？啊、是白色的、啊。我以为是。要不然这只黑的，是不是？我说，我以为是全白的。万佛朝宗，再一次。而且刚刚乐趣，今天到底要嘲笑我几次？哎、欸，我怀疑你们都在消费我。你最菜啊！哦，好好笑。好，不要急着，不要急着。杆头放低，小左，拉，这边往这边退，拉好拉好，这边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他一直出现哎，你不行哦，要锁。锁不了了，哎、欸，中大只了啦！快点放我啦！快点放我！它好重哦！不是出水车了，等一下，没有，绕那边，没有啦，绕过去那边啦，那边，不是啦，绕过去另外一边，它、啊、卡住那个掉了吗？又掉！哦，刚刚那个是很重，这只有点大，掉了啦！哈哎，不是断线，到底！好，重绑重绑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断热群的，不是，这是他的。我屁啦，断你的啦！坐，在那边雷。下去竿头，不要急着提高，放低，加低一点。没那么紧张啦。我已经溺死2次了。哦，还没咬紧啊。再一次，再点，再拉，再往上卷。再往上。啊，扣着！重点不是在点，是在你放下去那一下。对，单手放低就好，不要急。好。来了。退后，后退。要不要帮忙？要不要？欸、你后面有东西哦！再退！好，你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。好。啊，你可以跟他慢慢玩了。我就说你要小心。你才刚说可以慢慢跟他玩。对啊，没有，你刚刚的角度都太 over 了，它是直线的。有那个真的太冲了。对啊，没有你杆子这样的时候就很危险，你至少要顶着它才有弹力。有，我是想要让它拉出来，但是它力量顶不住了，对。我是已经用力，我知道要扬杆，但是
他的力气太大，而且他刚突然想说稳定下来了，结果他突然爆冲。哎、欸，你被直落山嘞、欸！直落山，你刚刚直接破街耶！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我要拉他还来不及拉。欸你刚刚椅子就会比这个傻傻的我都不怕摔倒，然后他重爬，我怕被观众骂、啊、为什么没有顾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妈让人摔倒，为什么害你妈摔倒？对啊，哎你拉就好。外婆超重。好了，你可以接手了，慢拉了。了那应该没力了。你要小心，你不要瞪姑哦。好。回来了。感受到我刚刚很认真想帮你。有，我起来，蛮大的哎。我、这次很大哦。哦哦哦哦 ！Keep 走，Kee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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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救我！救命啦！老板故意的，放松，放。万佛朝宗，你为什么刚刚听到铃铛掉了还愣了一下？你刚刚反应不是很快吗？我以为是崩啊！他已经僵掉了。对啊，我以为是崩啊！哎，看我的手，昂爸爸，哎，被你拉一拉，扶起来了。哎，他什么扶起来了？太累了。他在休息是不是？对哦。哎，你看他在海面上哎，他是死掉啦。啊，他怎么豆豆仔？他说：“你们看过来，要豆豆仔游泳。”笑死！耶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还有十分钟。哦，已经。咬啦，红带嘞，是，那红带我们就反正先放着，我们下次再来拿。好，现在拿，养大一点是不是？是养大一点。他们红带几斤？138斤。138斤，早上的有机会啦。早上那个老板说应该是蓝带，因为蓝带，因为他说蓝带比较年轻，红带就是他会冲得很慢，哦，他就是慢慢往前啊。老汉推车，给你掉。老板在安慰你的，你也是。对啊，那个爬带没有。消夷欧北龙啊！哎，刚刚我们前面那三杆真的不开玩笑的难拉，没开玩笑，真的。我后来发现卷线器真的锁得很死，不断线也是蛮奇怪的。对啊，对，我去换20号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那个10号线要这样拼，真的有点硬。观众朋友自己下面留言10号够不够？他这是小班哎、欸。有100多斤的哪算小班？对啊，哪里？他只有红带跟蓝带是啊。可是他的蓝带就80-90斤了，很难的。钓不到了，哎、欸，他搞你。
一定是他勾你，一定就是因为你们那个勾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对，早上还先开勾，你看多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每天都勾子变那样。不是我的问题。对，那个开勾真的很夸张哎。你就知道那个鱼有多大只。真的。好了，反正今天战绩也是不错啊，虽然放了三枪。反正回去跌倒那个减三次嘛。那个可以不要吗？我们那个。Oh, 哎呀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今天要创最新纪录，一下打到屋顶，一下断线破开，下次还有什么？该做的都做了，又达成一个新成就。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多多分享。啊，今天还是很开心，那个对不对？谢大家的收看。好笑的，你要做结尾啊！今天状况好多、哦，真的太好笑了。第一次这样哎，我们每次钓鱼状况都不断，这样观众才有新鲜感啊。哦，对 对，那个稍微跟各位观众讲，我们这个频道不是钓专业的，不是技术台啦，不是技术台，综艺台，我们是班管，不是啊，我们钓的是生活。哦，我们是班管台，烦呢、欸，笑死。哎，我们现在上面时间还是礼拜五啊，就是。哎，再来再来，我过去，来来来，我过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原始鲤鱼。哎，不是，我们不是要结束了吗？我都跟你讲，还剩十分钟哦，我们先做结尾而已。再给我两分钟。哎，这吓死人哦！对啊，我在吓死。没有明明掉，你还不拉在那边看看戏呀、啊？我以为要是风啊。哎，这次我没什么战斗力。有啦。哦，小班，小小班。跟你讲小班哦，塞班回来。哎，老板哦，钓鱼哦。阿爸，老板哦，钓鱼哦。来看一下鱼。小班啦。哎，可以哦，绿带嘞。哎，绿带。哦，绿带嘞。绿带。哦，还有机会啦，还有机会哦，红带哦。红带，我是不敢想。我真的会笑死，真的。到底他有什么状况、啊？我知道为什么你刚刚不拉了，因为你感受到那个是绿带，所以不要拉，不要拉，不要拉。我们赶紧拉下去。喂，哎、欸，那个检测器2万哦。完了，好了，这个太好笑了。大家记得帮我开启小叮当，点个赞，绿带结尾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